大家好，这里是钩织小课堂工作室。今天为大家分享一款儿童小兔子遮阳帽。需要线材的姐妹可以搜索店铺“钩织小课堂工作室”联系客服。手指带线，线头在中指上绕一圈，大拇指捏住交叉点，钩针穿过线圈，钩一个锁针固定，环形起针。 钩针穿过线圈，在线圈里钩短针。新手姐妹可以在第一个短针上标上一个记号扣。钩针继续穿过线圈，将线带出钩短针。第一圈一共在线圈里钩八个短针。八个短针钩好之后，将线头拉紧。钩针穿过第一个短针针目，将线头放在钩针上。 将线带出，钩短针，这是第二圈的第一针。我们在第二圈的第一针标上一个记号扣。这个帽子采用螺旋编织的方法，每一圈都不需要引拔。接着还是在刚才的这个针目里面继续入针，再钩出来一个短针，相当于在第一针上钩了一个短针的加针。接着在下一个针目里面钩一个短针的加针。第二圈的编织规律是在。 每一个短针针目里面勾出来一个短针的加针。第二圈一共是十六个短针，大家自行将十六个短针勾好。开始勾第三圈，取下记号扣在第一针上勾一个短针，这是第三圈的第一针，在第一针上标上记号扣，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入针，在这针上勾一个短针的加针。 第三圈的编织规律就是一个短针，下一个针目钩一个短针的加针，也就是隔一加一。先钩一个短针，下一个针目里面钩一个短针的加针。按照隔一加一的编织规律，将第三圈钩好。第三圈一共是二十四个短针。开始钩第四圈，取下记号扣，在第一针上钩一个短针，这是第四圈的第一针，标上记号扣。 第四圈的编织规律是隔二加一，但是需要错开加针。先钩一个短针，下一个针目里面钩一个短针的加针，这样我们就将加针的地方给它错开。接下来的编织规律是隔二加一，先依次的钩出来两个短针，接着在下一针上钩一个短针的加针，这就是隔二加一的方法。 先按照顺序钩两个短针，一个两个，在下一针上钩一个短针的加针，这就是隔二加一的编织规律。按照隔二加一的编织规律，我们一直钩到最后，钩到最后，我们再来看第四圈已经钩到了最后，最后还剩下一针，将这一针给它补齐，钩一个短针，这样就和我们前面的最开始的一个短针，一个短针的加针。 形成了完整的一组隔二加一，这就是错开加针的方法。隔二加一，先钩了一个短针，再钩一个短针的加针，然后最后将这个短针补齐，就是完整的一组隔二加一。用错开加针的编织规律，可以使这个圆更加的圆。第四圈一共是三十二个短针，开始钩第五圈，在第一针上标上一个记号扣。第五圈的编织规律是隔三加一。 三是单数，所以不需要错开加针。先依次的钩三个短针。我们来看一下，三个短针钩好之后，下一针上钩一个短针的加针，这就是隔三加一。接下来我们依次的再钩三个短针，下一针上钩一个短针的加针，按照隔三加一将这一圈钩好。第五圈一共是四十针，开始钩第六圈。第六圈接下来的编织规律是隔四加一。 这里隔四加一，四是双数，所以又需要错开加针。在第一个短针上钩短针，并且标上记号扣。这是第六圈的第一针。接下来在下一针上钩一个短针。这里依次的钩出来了两个短针。接下来在下一针上钩一个短针的加针。接下来的编织规律就是。 先依次的钩四个短针，二三四，在下一针上钩一个短针的加针，按照编织规律一直钩到这一圈的最后。第六圈隔四加一钩到最后还剩下两个短针，我们将这两个短针补齐，依次的钩出两个短针，这就和我们最开始的两个短针一个短针的加针，形成了完整的一组隔四加一，1, 这样加针的地方就给它错开了。 接下来我们遇到双数加针，比如是隔六加针，就需要错开加针，先勾出来一半，然后最后补齐，这就是错开加针的方法。第六圈一共是四十八个短针，开始勾第七圈。第七圈的编织规律是隔五加一，五是单数，所以不需要错开加针，先依次的勾出来五个短针，在第一针上先标上记号扣。 接着依次钩短针，一共钩出来五个短针。一次已经钩了五个短针，接下来在下一针上钩一个短针的加针。第七圈隔五加一，1, 一共是五十六个短针。开始钩第八圈，第八圈的编织规律是隔六加一，1, 六是双数，也需要错开加针。先钩三个短针。 在第一个短针上标上记号扣，接着再依次的勾出来两个短针，加上我们记号扣的这一针，一共是三个短针。六的一半是三，所以先勾了三针。下一针上勾一个短针的加针，这样加针的地方就给它错开了。接下来我们就依次勾六个短针，在下一针上勾一个短针的加针，这就是隔六加一。按照隔六加一一直勾到最后。 第八圈钩到最后还剩下三针，将这三针依次的钩三个短针，这样就和我们最开始的三个短针一个加针形成了完整的一组隔六加一。这样加针的地方就给它错开，这个圆就会更加的圆。第八圈一共是六十四个短针，开始钩第九圈。第九圈的编织规律就是在我们第八圈每一个短针针目里面钩一个短针。 第九圈不加不减的钩六十四个短针，大家自行将这一圈钩好。开始钩第十圈，第十圈的编织规律是隔七加一，七是单数，所以不需要错开加针。在第一针上标上记号扣，接下来依次钩短针，一共钩七个短针。需要线材的姐妹可以搜索店铺“钩织小课堂工作室”联系客服。 七个短针钩好之后，在下一针上钩一个短针的加针，这就是隔七加一的编织规律。第十圈隔七加一，一共是七十二个短针，大家自行将七十二个短针钩好。第十一圈的编织规律是不加不减的钩七十二个短针，大家自己将第十圈、第十一圈钩好，开始钩第十二圈。第十二圈的编织规律是隔八加一。 八是双数，所以又需要错开加针。先在第一针上钩一个短针，八的一半是四，所以我们先依次的钩出来四个短针。四个短针钩好之后，在下一针上钩一个短针的加针，这样就将加针的地方给它错开。接下来我们就按照隔八加一。1 依次钩出八个短针，在下一针上钩一个短针的加针，按照隔八加一，1一直钩到最后还剩下四针，将这四针补齐，就形成了完整的一组隔八加一。第十二圈一共是八十个短针，第十三圈不加不减的钩八十个短针，大家自行将第十二圈、第十三圈钩好。按照编织规律，我这里帽顶一共钩了十八圈。 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下每一圈的编织规律。第一圈八个短针，第二圈每一个短针上钩一个加针，隔一加一，1, 隔二加一，1, 隔三加一，1, 隔四加一，1, 隔五加一，1, 隔六加一，1, 接着不加不减钩一圈，然后是隔七加一，1, 不加不减的钩一圈，隔八加一，1, 不加不减钩一圈。 隔九加一，1, 不加不减，钩一圈；隔十加一，1, 不加不减，钩一圈。最后一圈是隔十一加一，1, 一共是十八圈。第十八圈的针数一共是一百零四针。这就是我们帽顶的尺寸。我们把它铺平，量一下帽顶尺寸，大概是十七厘米左右。也可以围着外面这个圈给它量一圈，这就是我们头围的尺寸。 用这个卷尺给它量上一圈。钩儿童帽子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软尺或者是线来量一下孩子的头围。这个头围的大小就是我们这个帽顶的尺寸。具体的尺寸大家根据孩子头围的大小来决定。我这里大概是五十厘米左右，适合三四岁的小朋友戴。如果给更小的小孩子钩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减几圈这个圈数。 让头围达到合适的尺寸，或者是我们继续按照规律加针，将这个头围尺寸勾的大一些。帽顶勾到合适尺寸之后，我们不加不减的勾帽身部分。这里帽身部分我已经全部勾好了。记号扣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不加不减的第一圈。这是我们不加不减的第一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我这里一共钩了十四圈，不加不减，这样帽子的深度就钩好了。具体的圈数大家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可以戴在孩子头上，大概在耳朵的地方就可以钩帽檐部分。具体的圈数大家自行调节。开始钩帽檐的第一圈，将记号扣取下来，在第一针上钩短针，这是帽檐第一圈的第一针，在这一针上标上记号扣。 接着在下一个短针针目里面钩一个短针的加针。帽檐第一圈的编织规律就是隔一加一，先钩一个短针，下一针上钩一个短针的加针。先钩出来一个短针，在下一个针目里面钩出来一个短针的加针，这就是隔一加一的编织规律。大家按照隔一加一的编织规律将这一圈钩好。 帽檐第一圈隔一加一已经钩到了最后，还是和第一针，我们在第一针上钩一个短针，这是帽檐第二圈的第一针。接下来我们帽檐的部分就是不加不减的钩短针，一共钩四圈短针，大家自行将不加不减的四圈短针钩好。这里帽檐四圈不加不减的短针已经钩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圈是隔一加一。 然后接下来第二圈、第三圈、第四圈、第五圈，四圈不加不减的短针。接着我们来钩帽檐最后一圈，最后一圈需要换线。这是第五圈的最后一针，我们将最后一针不要给它钩完，钩针上现在还有两个线圈，我们重新拿一个颜色，线头压在织物背面，将线带出来，将这个短针钩好。 钩好之后，将后面的两根线调整一下，这样换线就给它换好了。接着我们在第一针上做一个引拔连接。引拔连接好之后，将这个引拔针拉紧，开始钩帽檐的最后一圈。 先钩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还是在第一针上入针钩一个短针。这是最后一圈的第一针，标上记号扣。最后一圈还是在每一个短针上一针对应一针的钩短针，将后面的这两根线放在钩针上，边钩边藏线头，一边钩一边藏线头，藏上五六针就可以了。这样子我们背面是没有任何的痕迹。 藏上五六针之后，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两个线就不用边钩边带线了，直接给它放在后面，将线断掉就可以了。大家在以后的换线中就用这种换线方法，这种换线方法没有任何的痕迹。我们可以看一下背面，背面是没有任何线头的。我们到时候将后面这两根线给它剪掉就可以，非常的整齐美观。大家自行将这一圈短针钩好。 最后一圈钩好之后，我给大家讲一下怎么隐形收针。这是帽檐最后一圈的最后一针，钩好之后就可以直接断线，留一定长度的线头。给大家讲一下隐形收针：将记号扣第一针取下来，钩针从背面穿过我们第一针这个针目，将线头带到织物里面。 然后穿过最后一针，挑内半针，这一根线，将我们这根线再带到织物里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辫子，没有任何接头的地方。大家用这种收针的方法，成品非常的美观，把线头藏在织物背面就可以，大家自己藏线头，这样帽子的主体就勾好了。这个形状，男孩女孩都可以戴。 我们选择一个适合男孩子的颜色，钩成这个样子也非常好看。接着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兔子耳朵的钩法，耳朵的钩法和帽子的钩法前几圈是完全一样的。第一圈起八个短针，第二圈在每一个短针上钩一个短针的加针，第三圈是隔一加一，1, 第四圈是隔二加一，1, 第五圈到第二十二圈不加不减的钩短针。 这是耳朵钩好之后的样子，钩法和帽子的钩法是一样的，这里就不再给大家赘述了，大家参考之前的钩法。第一圈八个短针，第二圈每一个短针上钩一个加针，第三圈隔一加一，第四圈隔二加一，接着就是不加不减的钩短针，一共钩这么多，我们来数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乘以二，一共是二十二排短针，不加不减的钩二十二排短针，钩好之后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把这个对折，然后再对折，这就是一个兔子耳朵。大家钩两个，对折好之后，我们先穿上缝合针，把这个织片先给它固定一下。对折好之后，穿过我们这个第一针，挑前后的两个辫子。 这边也是一样，挑前后的两个辫子穿进去，将这个线给它固定。固定好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帽子上进行缝合，大概在帽子的中间第二圈、第三圈的交界地方进行缝合。线穿进去，然后在它旁边的这一针上穿出来。 接着在这个耳朵上挑内侧的这两根线，将线拉紧，在帽子上固定。这里的缝合没有固定的要求，大家只要将帽子耳朵固定在帽子上就可以，怎么好看怎么美观，大家就怎么缝。按照相同的方法，大家将这个两个兔子耳朵固定好。钩织小课堂工作室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